<好>我是一九六八年属猴的，因为我工作不顺，我想问卢台长帮，请帮我指点一下。工作不顺是吧？对。嗯，你已经换过两三个工作了。哦，好多了。嗯，最大的两个时间长的，两个到三个。嗯。对不对啊？嗯。你的毛病在哪里，知道吗？嗯、哎。你的毛病啊，话少一点，话太多了。妄、哦、语太多。 我给他客气讲话太多，他自己就自己坦白了，说话妄语太多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头上三尺有神灵，嗯，你不能乱讲话的。多说谎话的人，什么地方都待不住，定不下来的，不能老说谎，明白吗？嗯，你自己记住啊，你有时候脾气太急呀、啊，你上辈子是个男人，知道不啦？是哦，你曾经追过一个男人。嗯嗯 你曾经追过一个男人，哦、哎、哟，对他追得很厉害，还买东西，反过来给他很多东西，买东西给他，想想，哦，你说我这辈子哦，啊，哦，<laughs> <laughs> 你再叫我讲，你有几个男人我都讲得出来，哦哎、算了，不讲了。那那，那请问我要。 几张小房子还是？是、啊、几张小房子？我以为我请，请问我有几个男朋友呢？<laughs> <laughs> 要几张小房子是吧？嗯嗯，看看啊，嗯你你先念六十九章，慢慢念，好吗？好不着急。还有你要记住啊，嗯、你不要吃的太咸呐、啊。哦。你这个人口重啊。对。对不对呀、啊？口味重。哎。 你你的肾脏不行了、啊，腰子啊，肾脏不好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。嗯。还有，不要再恨一个人了、啊，这个人你不要再去讲他恨他了。不要再恨一个人。对了，想想，脑子里，嗯、家族里边。哦，男的。哎。哦、嗯。听得懂了吗？好。好好 <laughs> 那,那我可以问一下我的娘家妈妈吗？因为今年七月七号她才往生，我想知道她啊，可以问问她在哪里是吧？呃<对>呃，七七四十九天过了吗？嗯、哎，到在过十月四号才到啊，现在还没有到过,、哎、过了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十<了>月四号就百日了、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简阳美女叫什么？简阳美女，简单的简。 牧易羊美女，剪羊美女，哦、我澳大利亚是剪羊毛。<laughs> 嗯、我跟他开玩笑，他不会生我气，他不敢。你跟他生 <laughs> 开玩笑，他就卡住你脖子。你听得懂吗？剪剪是什么剪啊？简单的剪。羊美女。<laughs> 哦，这个人祖上有德，祖上有德，嗯、所以你妈妈是吧？对，娘亲。哦，那你们，你妈妈的爸爸妈妈做了很多善事啊。嗯。啊、呃，有一点，有一点那个福报。福报。嗯，<报>听得懂吗？哦、你妈妈也念经的，嗯，也拜佛。对。嗯，她现在在天界。嗯。很好吧？很好。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比你妈妈长得丑很多。对，<laughs> 因为她是美女啊。<laughs>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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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<laughs> 不是美女，人家是心灵美。哦、你们你知道吗？<对>你这个人呢，冲冲杀杀，像男人一样，明白了吗？对。你妈妈很文静的，跟你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哎<唉>，嗯<对>，我告诉你，在在上面台长跟他们沟通更快。 有时候在下面，我不因为不愿意跟他们沟通，他们阴气太重，你明白吗？上面我就很开心，哎。那如果他很好就好了。你要给他念小房子的呀。也是要。哎。哦。好吗？好。嗯，那他现在讲几句话，你稍微听一听好吧？好。他说叫你不要再，他讲话很难听喽。他叫你不要再疯疯癫癫哦。我是乐观吧。听得懂吗？嗯。 第二叫你不要在感情上在做那些有些事情不是太好的事情。嗯，听得懂了吗？懂。好了，嗯、啊，谢谢，谢谢台长。嗯